接着是来中埔乡，中埔乡农会为着推广中埔乡的特色农产品，甲在地农业特色，特别伫日前举办了相当特别的亲子小旅行。几套的小旅行当中，有八项的体验，甲四种的伴手礼，予参加的民众拢感觉物超所值。中埔乡农会伫为着中埔乡的农业发展是非常用心，并且尽心尽力。都是嘛，举办了相当侪个推广活动。日前，第二中埔乡农会河滨办事处举办了喜竹青旅的亲子小旅行活动。活动一开放报名，名额马上就去抢空，相当的受欢迎。中埔农会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产业的一个青旅非常感谢我们全国的民众对我们的一个亲子小旅行的关注，所以我们在网络上一开卖就马上秒杀那我们也开了第二次，也是很快就已经额满结单。那这一次我们的轻旅行是有包括了我们的农场的体验，还有我们果园体验，也有苗木场的体验，还有在我们的博茶现场的一个茶话摇摇的 DIY 的一个体验活动。这件的喜竹青旅内容就相当的丰富，带领大家前往农场、花园、苗木场，啊，佮有嚷嚷直卖所四个地点来体验。那会使来万巴拉，啊，佮会使交小动物近距离的接触，伊丰富啊佮多元的活动，予真侪来参加的家长拢娱乐活动是相当的好，后边一定佮爱来参加。细心新闻台新中部乡采访报道。晨光洒落，晨风拂过嘉义的每个角落。随风摇曳的树影下，享受慵懒日光。让长者多一处活络感情，增进身体健康的好所在。让学子挥洒青春，热血激昂展现振奋人心的力量。从大自然的观察，丰厚科学与人文相融的教学涵养，盼望所有的大与婴儿都能健康茁壮，打造全龄渡轮的无障碍空间，深入城乡，带旅人走进嘉义的每一处。银海小船穿梭扑来潮间鲜美，面山职人精神袭来日晒背香，持续革新的生产技术与多元通路，产业强劲拼出经济，更创造青年崭新舞台，让嘉义人返航，更吸引观光人潮汇聚。嘉义味人情，嘉义味风雅，嘉义味热情，加一位甜事，装进满意的耐人寻味，幸福的滋味就是加一味。